2012年过年前夕，踏过云林小乡的足迹，你会发现一处僻静淳朴的村落——林内乡。看见布满整面墙壁的排笛及洞箫，这些都出自于对洞箫了若指掌的人——黄大哥。记忆中的洞箫声是个非常优美的乐音，每个音调的回响听起来都格外的悦耳动听，音调与音调之间又带点凄凉及孤独的感觉，偶尔也是失意时最好的伴侣。黄大哥做手工洞箫已40几年了，一开始的接触是跟着姐夫学，当时无师自通，自己拿起洞箫就开始吹了。学习过程有7年之久，之后才自行出来开店创业。啊，本来就是家己一定爱有法度创业啊，你无可能讲永远拢甲人做啊，对无？安尼你都无使你学一撇功夫啊。你机会啦，机会你嘛是爱出来家己创业，家己做啦。当每个人可以独自完成自己的作品时，心中是多么的雀跃。在民国63年，他制作了他生平的第一支洞箫。自己做的话差不多38年前，感觉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这样，自己有法度做，终于自己能做制作洞箫了对吧自己开店后，亲姐夫希望黄大哥做较偏向小孩玩的、较普遍便宜的笛子，但黄大哥觉得高价而且品质稳定才可以养活家人，毕竟家里生计问题和全部的重担都落在黄大哥一人身上。传统产业是歹做，我唔对，尤其是现在大料的威胁，吼、哦，是真歹做，但是我拢有一个信念，就是讲，只要你个品质做好，只要你个品质做好，消费者更肯买来找你啦。哦，像我即马我住伫遮对无，台北嘛啦嘛坐车来找啊，即马交通方便啊，高雄、花莲、宜兰，嘛拢有人过来。所以我就讲，你只要你个品质做好，哦，啊，自然消费者伊会小报，啊，小报小咯，自然更肯人买来找伊。黄大哥说，当初出来开店时还是借钱开的，在刚起步努力时，有几家手工洞箫及笛子工厂，相对的竞争力就变大了，还曾被扬言说一定要让你3个月关店，无法营业。当时的竞争造成买笛子的客户曾打电话觉得价格太贵，希望黄大哥可以便宜卖给他。伊讲啊，我甲你问看啊，你若会甲介绍同款，我着原则搁甲你摕就好啊。我讲无要紧啊，你甲摕啦。哦，好啦，你安尼讲也无我甲摕。结果毋免经过一个月哩，伊电话拍来啊，啊，袂使哩。啊，这音拢无准，老师拢嫌音无准，你赶紧搁甲寄50支来，赶紧搁甲寄50支。啊，对啊，你音无准，你较少人嘛无爱啊。他本身不会吹嘛，他调音都调不出来。阿姨过来干呐，靠用听尔。哎呀，他又不是调音师啊，用听无可能啦，听无用听袂遐准啦。这就是黄大哥的坚持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就是要做出最好的品质。
在开店后，黄大哥则专心做手工洞销，然而大嫂张月香则专心做公关，接洽订单。看着遍地的竹子，蒸腾的熊熊热气，总是帮忙将煮好的竹子一根一根整齐的排列好，弯腰又起身的他，还是不忘赶紧到旁边的小椅子上休息。其实对他而言，长时间的弯腰还真的是受不了呢。喘破就对了，不要做就艰苦啊。那讲下轻力啊，袂得动动，啊，都慢慢适应啊。开始采竹、煮竹都是请人加工来做。在民国八十年代，黄大哥叫儿子拿着刀就自己去砍竹子，也因为这样，就变成每一道工序都得自己来了。煮竹子的过程相当辛苦，即便是在冬天，一旦搬运起大批竹子，大家也都汗流浃背。大嫂谈论起以前时，大叹日子真的不好过，纸箱铺在地上，小孩就在纸箱上躺着喝牛奶，都是这样长大的。就连送笛子去外地搭火车的时候，都要先跟邻居借钱搭车，等收到钱回程后再一一归还，日复一日，才渐渐将乐器坊建立起来。当小孩都在小学阶段时，别人的小孩都拥有自己的童年，而黄大哥的小孩则不行。大嫂说，以前他们都被爸爸规定，一定要把木塞塞进笛子，塞满一箱矿泉水的纸箱，才可以出去玩。然而，对大嫂而言，嫁过来以前未曾碰过洞箫及笛子，想起刚学习制作的时候，若做不好，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插笋啊，插笋就是插袂水啊，头也捌咧学，捌咧用，插袂水就该变啊干啊。竹子原本都由竹山产出，但是现在都由儿子亲自到台北取材。不用竹山的竹子了，除了因为对方把价格提高之外，也因为竹山的竹子肉较薄。黄大哥说，现在的客户偏爱较厚的竹所吹出来的声音。近年来也有不少大陆竹子的洞箫引进台湾，但其实我们的桂竹可是大陆相当羡慕的呢。大陆虽然喜爱由台湾桂竹所制作出来的洞箫，不过笛子就属他们的比较好了。大陆的笛子是用苦竹当材料，竹子肉较厚，声音也较为浑厚，而台湾的笛子则是用紫竹，较薄，吹起来较不扎实，各具各的特色。地址的问题了，地址的问题，因为你福建遐嘛是甲咱遮的纬度同款啊，有人摕咱遮的，知影咱遮的桂竹遐好啊，摕咱遮的桂竹过种，种起来嘛无效啊，叶密度嘛无够啊。哦，啊你若讲要摕大陆的苦竹过来咱这边种，同款种起来嘛是袂使，迄就是我讲老天爷就做甲足公道的，你这个国家，你这个从这有啥物物件，这有啥物物件，咱甲你分解呗，分别较好好嘞。将竹子烘直、钻孔到调音，皆是大哥一手包办。看着熟练的动作，艰辛的过程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将音调到最好、最准确。也因如此精湛的技术，
让国内外诸多喜欢传统乐器的人慕名而来。竹子在火炉上小心翼翼地被烘烤着，整间工作室布满着浓浓的竹子味，再经由特制的搅直器慢慢地调整到笔直为止，一只竹子至少也要来来回回调整十次才算完工。而看着黄大哥烘着竹，唯一陪伴他的是让竹子冷却的水声。弯弯曲曲的竹子，黄大哥可是相当有耐心地对待他们。这是在教我性格啊。这是在教我性格啊。阿伯跟你做伙，阿伯嫁予你的时候，我说这是什么？阿姨是跟你做伙，遐才开始无离婚，做无离婚，规矩拢蛮熟熟条咧。无，因为我对其实我通讲的是，我定来跟伊讲，较早我安尼歹，安尼歹，我若无安尼歹，今日个是坏掉啊。我放得好啊，大家拢凊彩做做。烦恼的别墅，今天的别墅，烦恼人要过来买，过来买，因家会卖。但是你平时买人，人过来买啊，哪有可能过来买？对不？切除多余的枝节，一次大约100到200枝左右。这时候还需初步的品管，开始区分竹子是可以做成 A 调或是 F 调。洞箫在日本称为尺八。有分为南箫与北箫，制作方式及洞孔皆有不同。南箫跟北箫的分别就是，这就是北箫。最主要伊北箫无头，嘿，伊这种底下先做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南箫。南箫就伊有头，吼，啊，过来，吼，伊南箫伊。整个的内径拢甲通过，啊，北箫吼，他吹孔这边吼，伊这个白坎的，吼，干阿这个吹嘴，这个一坎安尼，哎，啊，南箫甲北箫伊的分别，伊差别最大，只要是同一个调子，同一个调子，你北箫分起来，伊较平阿声，因为伊底下较细枝，伊分起来伊声较平阿声，啊，南箫分起来较低，比较低沉。每一只洞箫上都需消除孔内的内渣，稍微的修饰一下。看着椅子上的岁月痕迹，这些并非刻意。大嫂说，这椅子陪伴我们，让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。调音需要在相当安静的地方，然而黄大哥对于乐器的声音就是有莫名的感动与敏锐度，我们在旁边听总觉得都一样啊，但是黄大哥觉得一定要调到最准确为止，这是他的坚持，也是他的专业。调音可以学啊，我也是为学器才这些类啊，但是我拄好讲，就是讲最第一，就是你一定爱晓分啊，哎，你一定爱晓分。你若会晓分，你自然你就会晓调音嘛。
啊，你唔好讲，今卖消费者大家拢买一台调音器，调音器的教室台啊，哦，500块、800块就买得到了，对不对？这看上面页面都唔知啊，伊跟他本来都迄个表底下照照照照，迄、那个灯底下照照照照，这看上面页面嘛唔知，这看上面嘛唔知，那是雕心色的尔。啊，我敢来讲啦，啊，你就爱知讲，咱即马即空是啥物音，即空要啥物音，标起来一定就是爱伫遐，嘿，啊，你爱知影讲，啊，你即空啥物音，即空啥物音，即空啥物音，你要知道它的构造，哦，然后你又会吹，啊，你才会调音嘛，啊，你会吹，你不知道它那个音的，这个这孔是什么音，这孔是什么音，就是你不知道它的构造，啊，你不知道它的构造，你怎么调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调？如果啦，你会当为你来我这，我现给你调上简单上好，吼、哦、啊，调到你满，调到你满意为止。人讲定主人意，便是好功夫，就是安尼。而目前为止，调音还是得由黄大哥亲自把关才行，这攸关品质及信用问题，他还是不放心交给其他人来做。所以你就把比较较无重要，你要放给因做，敢教也要给因做，吼、哦、啊！最后上个要紧的就是讲调音就一定爱用我本人调音。大哥也表明说，买箱或笛子有任何问题，不论是声音、指法或是气的调整，都可询问大哥。若有问题却不敢问，这样永远都不会进步。你本来听了后，你之外你跟他讲，他会感谢你，你知道吗？他会感谢你哦，原来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原来就是这样啊。啊，你之外不会啊，啊你之外不会，你又不会问人家，啊你又不会听，又不会看。对不对？等于你那卡在那边，你那个瓶颈就永远就卡在那边，你永远吹就不会进步啊！哦，啊来，咱甲讲话听，甲迄个哦，阿爷阿笨，阿姨伊嘛，感觉伊真满意，啊，咱嘛感觉哦，安尼真好啊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而他也有自己的梦想。对洞箫及笛子还是抱持着莫大的希望，但此理想的实现对他而言似乎微乎其微。会当讲本片啊，吼、哦、破世界纪录，那个龙生再村再生计划有没有？社区有，现在我们政府有那个龙生再生计划那边，我就有这个构想。啊，不是说发动那个学生啊，那没有意思啊，哦，那个社区老老少少这样啊，1000个人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下一个是看到1200、2000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再要10000个人，那个全台湾就总动员嘛，对不对？如今我们该庆幸的是，家里的小孩都愿意慢慢的承接，也愿意陪着父亲一同打拼，将手工技艺让更多人知道。但是黄大哥仍然感慨地说，这些传统技艺都不被重视。我的感觉上就是没有，尤其像我们这种传统的国乐、哦、不是好像这个西化都西，那个西乐比较要紧啊。其实这个国乐我跟你讲啦，不会断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陪你，他好学。哎，只要你认真去学，你一个礼拜你就吹得响，一个礼拜吹得响，你再几天你就会吹一首歌曲了啦。啊，你会吹歌曲的话，啊你就有成就感，你就又学下去。哎，最主要就是他陪你啦。便宜啦，不像西乐，你动不动就要30000块的，对不对？与大哥闲聊时，偷偷询问了一下，有没有想转型为观光业，将洞箫的制作过程与大家分享。大哥心里觉得，学生来参访，并无法从头到尾确实的了解真正的原理，
这样反而没有意义了。观光无法度观光啦吼，伊来无法度踏看踏到尾啊，所以这嘛无讲介理想的工作啦。一有，你像去年嘛有几啊台游览车来啊，阮社区有接几啊台游览车来，人分做几啊工来，吼、啊过来迄个县政府嘛有办迄个社区旅游观光的，迄嘛有来，啊有来我就会当甲伊介绍嘛，会当甲伊介绍讲咱的偏爱历史，偏爱是安怎来的。看着黄大哥为传统技艺、为传统手工努力地传承下去，不仅为了自己生活，也为传统技艺保留深厚的情感。前年就是我去教嘛，本来，教一个礼拜我可能要放弃，你知道吗？我首先我是教他们直笛啊，他们就一直要学横笛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要学横笛，那我就教你们横笛。完蛋了，横笛他们连声音都吹不出来。这是你要有耐心嘛，你慢慢去教他，你慢慢去辅导他，哦，那个角度，哦，还有吹滑用力，你慢慢去教他。哎，过了一个礼拜，哎，会了啊，吹得出来了。哎，再几天，哎，会吹望春风了啊。哎，再吹乌鸦飞了啊。那。那就说，哎，这样不错，哎，感觉这样就不错了，总是这样，也算是一种传承。然而传承在台湾似乎常被忽略，甚至很多面对传统手工的小孩都无法接受长时间的工作环境，无法维持这样的工作状态，需站这么久坐那么久，而选择出去外面找工作。比中国大陆来讲，我们台湾好像比较忽略了、我就是一直坚持下去啊。本来台湾我们台湾有五家工厂在做嘛，现在就剩下我一家。那如果我再收起来的话，全部就会被大陆市场就完全就他们的了。黄大哥对来参观或是购买的客人都抱持着开心且热忱的接待，还希望客人若有疑问，大家可以互相切磋。他也相当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亲自到林内乡找他聊聊。